很清晰了，就已经明着玩了。谁也当不了，连续三次的话就自动选出来一个。第二批的文物刚才已经被选择完毕，现在只剩下第三批的文物。第三批文物只有八件，其中两件是真的，六件是假的。轮到 Lucas 不同意 Lucas 成为鉴宝师的成员，请举手。 这明了已经，这不用再演了。你是坏人，那不明了吗都？这相信我了呗？相信我，相信你。你看着我。Lucas 被否决掉，接下来轮到蔡徐坤。举手，举手，快举手。接下来轮到秦昊。 Lucas、 蔡徐坤、秦昊连续三人被否决，接下来为了公平起见，你们自己派出一位成员进到宝库里挑选一件文物。第三批文物只有八件，其中两件是真的，六件是假的。我们可以赢，还是有机会，只是几率比较渺茫。给我吧，你去挑吧。你去吧，怎么样？你去吧。去吧，这概率问题真的不知道了。我也不知道。大家同意吗？ 同意吗？同意，同意。这压力很大哦。我们可以赢，还是有机会，只是几率比较渺茫。 不会骗我吧？人家是真的吧？是不是？就定胜负了，就真的就是我们赢，就假的就是你们赢。<笑>你怎么选这个？<笑>你怎么选个猪头出来啊？我看中他就是他了。 现在来公布今天的最终结果。如果这件宝物是真的话，就是好人方获胜，可以得到五牛图；如果是假的话，就是坏人方获胜。假的。